过去几个月，很多分析师宣称投资美国长债的 sweet spot 甜蜜点已经到了，认为联准会货币政策就要转向，要趁低价来进场，锁定高殖利率。今年先靠着债息赚一波，等到明年联准会降息，再靠着资本利得再赚一波，等于是息利双收，大家可以赚饱饱。而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表示，这是数十年难遇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实证明呢，债市的状况一点都不甜蜜。晨星公司就统计，到八月为止的一年以来，投资人已经从美国的债券基金撤出将近790亿美元了。因为经济数据一再的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非常强劲，让投资人对升息是否接近尾声打了一个大问号，开始重新评估利率将 higher for longer， 甚至是 higher forever 的几率。例如，即使明年展开了降息，利率也将会长期维持在4%左右的可能性。而过去一周呢，债市是加速下跌，刺激美国长债的殖利率连连改写了十几年来的新高，也把更多的散户吓到宁可离场观望。Well, I think we can go to five, Brian. You know, the market certainly is oversold at the moment, in anticipation of Treasury supplies, in anticipation of higher for longer in terms of the Fed and the Fed's own quantitative tightening program. And in the last few days, an interesting new aspect to the bond market, ETFs.周二公布的全美职缺数量远远超过了预期，再度加深了联准会没有办法停止升息的可能性。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就应声涨破了4.8%，三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涨破了4.9%，双双改写了16年来的新高。现在投资人很难判断升息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债券的价格跌势恐怕是没有尽头的，而且可能会牵动全球公债市场同步下跌。那贝莱德在之前是大大的看好美债，一度雄心勃勃的预期呢，到2030年旗下债券基金的资产规模渴望翻倍的。但是今年以来，贝莱德他的债券 ETF 价格根本就是跌个没完，比起2020年的高点已经腰斩了超过50%。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持有美国长债的期限溢价，也就是相较于持有短债的风险补偿或者是超额报酬，在过去7年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零以下的，但是最近几天已经转正了，回到了零以上，反映持有长债的风险正在上升。